哇，这是事后大家过来这边拍，那这次也是很好玩哦。阿元第一次用 Webcam 接到我的 Linux 笔电 ，Linux 笔电透过 Chrome Remote Desk 把影片投影到。投影到电脑教室一半的萤幕上。